lan ra ka sa thad jo dugra goji te ta dog jing khun pal dugra ti manda ze goji ng ng ni ton che dog ne go sen na ba kon ta ba ng ni che dug ta tang so bi mar ga ta mo lu za wa se zaw ni ja kha ja yop man dog ka sa yop hyu ti te ji ni nga ta jing khun te sa sa long ka to ne a la te pa ji te ga gu ka sa so ri ga so na o cha ma ma de ngi che dug ra o ju yo ne de ne che dug ju le dog go a la ye dare dira dara di ahadari 来这朋友咱就喜播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对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欢乐新播客那么请来这朋友来自八个四合欢迎各位节目的一开始特别想唱一首歌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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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看这么一唱就知道了那接着上一期节目来本期的欢乐新播客仍然是来自青海玉树的智王桑珠热大得令啊这个跟这朋友连线的智王桑珠个门特你就不同了这个撒桑的从不见比从没出现说苹果你谢谢老主席来吧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人家康总俺的得令个跟这朋友智王桑珠音啊永嘉的听难罢了我这些这个藏区天呢玉树是不藏区天音天然还是能够做拍了第八栋啊我做拍一节热缺缩翘一种我总靠抽拆着电把车给是他就是个让我也是我的等到个农业的等到个上去协议再能够做再张宝宝能够做做个人啊他把摘起摘起他的啊等你用来很容易的等老王蒙博的当我是接个啊不去穷的啊空中来和只能够那种大大大的也可成都了的呢啊等你就做了没推动个容易不上去的啊但这是不别上去的学的对不起等你空中要入入去才等我是拍了日记吃的等到是冷不来的，等你啊，电脑和中国做大陆个大瓦东巴农林个工作出来，啊，电脑啥等你就做个年龄，从嘛就做个他总个说说呢，啊，跑出就做个一种东，等你说巧，咱们这大蒙不你弄个是蒙不的，等到从多的时间呢，等就做个，等了就是年是要累成我那种呢，也不满在这提，啊，电脑或者呢，啊，我说，就做个能用吃了。啊，但是说呢，如果碰到个气的，啊，每次这一个包括，啊，但我说，啊，拍了那几个车的，啊，人员等着先弄，等着先热，第二个说个先把干部工人拍，啊，也当用了，这些没得效应，这些得来，等你我说你们得，有时欺负个人员先的，这年纪哎嘞。雄鹰与仙鹤结伴翱翔，圣洁的山谷里飘来的阵阵幽香。原来的卓玛身穿着白色的衣裳，母亲河的源头和桑花笑容。
对对对对对，朋友了，你看，包括我去你的工作室啊，在门口上那个大墙上看到很多合作的艺人，对对对，你像兰卡措、杨金、兰泽，对，蒙布也还有泽华拉姆等等哈，对对，很多都为他们写过歌，对对对对对。哎，那么多歌手，你说每个人，他们会不会就是每个人的歌都写成一样的？就是味道、韵律什么的，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风格嘛。嗯。然后每一首歌，比如说就是，他适合唱的什么样的歌曲，我就给他写什么样风格的歌曲。哎，对。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对。他适合唱什么样的歌曲？你是怎么发现的？因为我之前没有合作之前，就是有听过他的一些歌曲，完之后我就在从中就知道，因为他的声线，他的高音有多高。他的低音有多低，然后把这个掌握好了之后就好写这首歌曲。也就是首先第一步，对，第一步研究他的嗓音，嗓音还有那个音色，音色还有那个他的那个高度，音高，音高，对，低音能走多少，高音能上多少，对，这三个，还有一个风格，风格，对，风格，这四个如果就是掌握了之后就给他写一个，绝对是啊，就怎么说呢，应该就是适合他，对对，量身打造，所谓的量身定制，对对对对。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对，翁倩，如果凭你对他的了解给他做一首歌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啊？你没发现就你妈妞了之类，他的话就是除了说话的会唱歌吗？我不知道。哎呀，假如啊，假如的话，他绝对就是。其实唱的也挺好，翁倩老师。对对对对，其实他适合那种，就那个就那个拉白筝吗？还是那个拉萨的一个歌手？啊，熊熊在我的梦，那你怎的那朵？哎呀，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他适合比较抒情的歌曲，真的是。那就唱拉姆梅朵了，那完蛋了，我跟你说。拉姆梅朵跟我这种还是比较搭，是吧？哎呀，你疯了，那就只东北秧歌，东北秧歌啊，对噻。拉姆。拉姆，拉姆没动，开玩笑，开玩笑。其实你也可以唱，正儿八经的。我去康比格参加新的大陆了，大祝你落几两了，对，我那两，嗯，年了。他终于打俺的云彩人是吧？对对对，嗯对。过了了几几只着子。对对，我那真的他。那几只个香果，嗯，他你起码去了讲嘞。有有有，现在康比格参加了，那样么就来着是吧？现在现在。那你林峰来几脚？也还接着。对对对，你是主唱，到时候。啊，是。到时候你伴唱就可以。伴唱那个音准吗？音准吗？音准怎么样？一般准吧。是唱那样有练过吧？是啊，练过。嗯。暴露家就直接过去嘛。来噻来噻，俺你打算去年个时候南极，他那把那么吃了，那样这个弄了，他扩容了，参加个啥某某节嘞？对对对，我那里。俺唱的人家是年纪大个主播做了，那刚才这就是，我这是自己。拉嗓音吧，拉嗓。哦，对。你从九几了出的是的。啊，这当年不也是的？对对对对对。帕玛，帕玛，格格，格格。这天来话只能够做，我没得钱了，就是的。你都九几了？对啊，去年娘不来新个了。对对对，你都九几了，没七十年的休息，等我卡巴结算轮着路结算等到啥子呢？怕就老的一动啊，怕就做啥的。这种他就做什么破结的那做的嘞。从嘛，从我现在，我现在那是也还叫拉嗓的嘛，拉嗓我那拉结束的。是，我那啊，现在还是啊，难过我那结束的。等你啊，菜呢还是我做给你想把多几个。是是。菜的啊，啊，等你用的还是俺弄你的。啊。等你连开俺的吧。哎，连开就都我没得钱。对对对对，等你干是这么头的对了。那是。等你就做个这拉嗓连嗓，我没得钱，我那种的就做个打。要不就是的，我呢。是是是，像你讲的要么来些，是吧？啊，你隐藏的人家是娘的，拉伸是就娘的了，记得住啊。对对对，呀，娘记得。Thank you.
la ni la mo la la tombo ja di pa lo so ti ye ni tin xi pa lo ten di lu ten di lu ten bu ku pi pa lo de ya na ji la ni la mo sa na ni pa ja di ma lo so ti ni chen di ma lo ten di咱们接着聊哈，您看通过这几年的成长，对，我们发现智王桑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音乐人了，有很多年轻人也会去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您，对，来说哎呀智王老师能不能帮我写歌呀，您看看我可不可以也来走音乐的路子呀，对，也来唱歌好不好啊，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也想让您帮我写写歌，对对对，这问题就来了，嗯，这些年轻人首先要走咱们的音乐路线，对，您认为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是吧？对，哪些条件？我觉得啊，如果作为一个歌手，最起码这个是咱们那个声乐是第一位，声乐，嗯、还有视唱练耳，啊、哦，还有乐理知识。乐理。对，这乐理知识和视唱练耳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我们藏族的歌手，然后开始、嗯、才开始出道嘛，嗯，然后就是没有进行过这种专业的乐理知识，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最具备必须要的条件就是啊乐理知识还有视唱练耳，这是最重要的。视唱练耳要的是音准，对，这个乐理知识你要懂的就是老师给你写个谱，对，你得识谱啊，对对对对对对，要像我给我拿一个谱，所有的都是拉对拉拉都是拉，对对对，都是一个音，对对对，是不同的叫法，所以相当重要，所以啊，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就是找我写歌的时候，老师能不能给我写一首歌，嗯，我就说的是你之前有没有唱过什么歌曲，嗯，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就是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视频，嗯，我要看一下他的具备的，听一下他的音色，如果他的音色条件一般，那么这个音准方面也把握的不太好，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这个时候我就实话实说了，嗯，因为说实话，因为你花这个钱要写歌，做这其实一首歌下来也就是上万的金额了，真的是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对。然后就是因为它具备的条件比较少，我觉得我建议你可以再好好学习一下，学习一两年，然后再来找我，我就给你好好写，这样我觉得特别好。但有些人写歌的就啊，好的，我给你写，写完之后先收走了，但是他也唱的一般般了，这是一种不负责的一个对行为，对，所以我觉得歌手就一定要选好，哪怕是他歌手不行，还是要让他多学习，哎，然后之后再来写歌，我相信他也能唱出非常好的作品。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想让你写歌这个事情啊，不打算再说了哈，这事儿不提了哈。林峰的这罗尼罗兄说休闲我三个来。啊，林峰那这会子也还叫罗尼起码的打罗阿帕吉。咱还是说吧啊，唱就免了。对。这当我们打个举办的些呢，打我去地上的那太阳的我去背包个，那把那么一弄着，打去送大本的这个藏区的这藏他们的这那样节目的些个，节要的些，对对对，那我去就忙把我这个别人的个搞了，节用这些面的去了吧，对对对，那你打的那些呢，我去个赶紧个搞送把一那样，赶紧人着来过，对对对，个弟弟确认用我去个赶紧搞送把那点的，也是的，别的他就那种赶紧着呢，赶紧个忙了都送来用，对对对，我那是过过街的，对对对，有，但我去给家忙不热天，明天呢，年轻的个主播错了，确认个来用我这些手机，有。人家康总，俺那天个干出破伢，只话上的人，啊，咱们的呢，请拿把了我这十几个，咱们就点了过渡十八天的，
아 고도 세나 체리세나 타 고초 어 아다 고초 자카위나 테르 고초 머리이나 테르 고초 잔레인 테르 쪼도다 아 다다가 고요 동 아더니 송다 마티죠 아 더니 쪼도그라 아 다돌아 몸버시지 돈다고 다 돈다 텐살라 데오치도 고초 아 마초마티야 고도 고도 치타고 돈다고 상처지 유연이 고도 시부 상처 된들이야 잔레인다 아, 야포 리톨레가 돈다고 삼바 생 삼바 까보토 야포 리톨레가 때 저도 그래 웅긴데 세노라 쫑네 아더니 쇼범 베자 찍고 생가 상고 세던다 리까 상다니 니 토모 체트 차라 그래서 그것도 싶어는 되더니
那么你就跟踪，等你如你来和子能够被买了一个录音机走了，别再去给他拿录音发现音，等你那个如你跟木头的装修门不脏呢，啊，要求不如不能那么干了，要求通，不可能现在把你搞定解决，对不对？那是。好，谢谢谢谢志王桑珠啊，两期节目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和那么多动人的分享哈。对对对。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我们会支持你的。谢谢谢谢。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再见，马再见。